哦，看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我在看粉丝给我们的留言，杰克森好有趣啊！你快看看看看。现在是中国时间的零点，浩浩，我跟你说，我想把世界上最好的给你，却发现世上最好的是你耶！宝宝，七夕快乐！你的留言吧。哦，看看看看。看一下。欧某，这是什么童话里的王子走出来了？沈泉瑞什么时候发自拍？你好看得像一个神一样。沈泉瑞，我发自拍就不神了。没有吧，我觉得最近自拍水平有进步，是吧？为了我们 Jelos 有在好好的，有在真正的进步。你不是最近拍完都会给我看吗？说这个怎么样？对，有时候就是拍完会给会给你检查一下这个怎么样，有时候哦这个不错，有时候哦这个角度再拍一张。对啊，最近好很多。还有沈泉瑞，你是不是特孤独？世界上这么优秀的人就只有你一个。你孤独吗？采访一下，你孤独吗？啊，原来是挺孤独的，但是现在有了一样优秀的 Zeros，所以再也不孤独了。这种东西要回应他们吗？就是现在回去马上手机拿出来 ，Net Plus 上面，想一下好好怎么回复。对啊，我们 Zeros 回复的这么有趣，我们作为叫啥？异能很好的朋友们，我们是不是得回得更好？更有意思。对啊，要就是那种有名的金句要想一下。有名的金句，好，走吧，我们去想一下。手机，我手机呢？哦，是吧？就是。Yes。阿展，好，吃翔评论。